这个领导查过了，基本上可以排除他有病。管不得事。对，领导给你的任务。理解，理解，理解。金毛当令箭。 干嘛去？你管呢？不，我就还不能问问吗？还不能上厕所了？厕所能不能上？能不能上？我问你能不能上？能不能上厕所？去去去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啊，快去去去，该干去。宋总，我整理了调查报告。干什么干？ 你说撒什么邪乎啊？没有啊，挠脑袋不能让吗？服了你！我帮你捡来。哎！哎！卫队。 下班了，轮着你来说吗？喂，六点了，下班吧。啊，我就不能加会班吗？我是想提醒你，明天早上八点上班，别迟到了。 你们下班了？里边憋得慌，出来透透气。哎，头儿，要明天你别来了，这不玩人吗？这样，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我明天提前请病假。调查就那么几天的事儿，这点看来能力咱俩是有的嘛，怕啥的？没事。师傅，等你回来。都别废话，二哥，带他们回去，别闹。